我是佩佩。我还没那样呢。大家好，我是君娜。我是佩佩。我们今天要帮佩佩组这个他在韩国的战利品纸的玩具。今天要来开哦，好开心啊！今天要来组那个13公分的蝙蝠侠，然后旁边还附一只罗宾，还会附一个展示柜，可以把玩偶放在里面，还有附一个贴纸，我们来看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。哇，这好麻烦的感觉。展示柜，底座，贴纸好可爱哦。可是我也不知道要贴哪里，超可爱的啊，这个贴纸。蝙蝠侠，蝙蝠侠的身体，蝙蝠侠的手，第四章。罗宾，这里还有附赠一本说明书，教你怎么去做它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试做这个蝙蝠侠了。我今天的任务是罗宾宅。罗宾看起来应该10公分不到吧，好小只哦。它上面有标示1、2、3次，我刚研究一下，看它到底是要干什么。原来是一就是叫你胶水先粘一，然后二就是胶水先粘二，这样你待会在粘的时候就不会可能地方先粘住了，然后要拆掉又会破坏。罗宾完成了，罗宾，没耳朵啊，我的耳朵跑进去了，让罗宾头耳，好残忍啊。罗宾坐在罗宾身上，罗宾旋转 ，Pretty， 灯光四射，不会的感觉。我是罗宾，我是一个连坐都坐不稳的罗宾。来救你了，罗宾！我现在只有头，我会用尽我所有的力量把你拯救起来的。Yes， you did it， you did it， you good boy。罗宾想要篡蝙蝠侠的位置，不料他的头发抓太高。罗宾与电池，罗宾坐在电池，罗宾变成套圈圈。我的师父拯救了我，让我又变成了能够坐着的屁孩罗宾。这越小只越麻烦。对啊。你做完了，来大家看我的掌上罗宾，好小啊！布鲁斯文戴他的面具，哇，布鲁斯文变成佩佩了，完成，模有模有样的耶，这个东西，啊，是要干嘛？这样就可以不看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蝙蝠侠纸玩具开箱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帮这支影片点个赞，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们是来去高堂去的驼背老头子以及小屁孩罗宾，修罗修罗。